着睡，靠着睡，坐起来睡，甚至得站着才能睡着，就是无法躺下来好好的睡一觉。这样的痛苦发生在双耳失聪又得了肝癌的独居老人王三井的身上。这样睡几年啊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你像你这样，我有一坐，你看嘛，不一定啦。你这看我的耳啊，耳啊看好我什么程度？因为你着化验嘛，着化验你耳麦就袂使。安尼困吼，袂久对无？我倒来说，我失眠啦，我有一过夜袂困的啊。所以肝才会无好嘛吼。哪倒？我本来我自己就知影，听，我迄肝炎就是安尼，你听，我就讲，我这耳啊掉，耳啊来闹，你迄是规身躯起，拢袂爽快，规身躯拢袂爽快，静起来无好吼，我就讲，我无法度大便啦。我大伊，你脱掉个。其实他的生活重心不离耳朵，走路或者是看电视，他都会跟耳朵扯在一起。有时徛，有时坐，为什么电视躺着？我那哎，夹个无迄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电视躺着？你夹袂起来。他这样看着在看电视啊，对他的驼背啊是有增加没有减少？对他来讲，那个驼背会更严重。对，会讲说他因为平衡的关系，他不得不这样看。退后坐看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那。都安逸，都安逸。对，王瑞，你去把伊电视看看。感觉一个，即马伊阿阿惯势，伊就是讲个，伊惯势要阿阿，嘿，伊只要坐直直，伊就无爱。感觉一个安怎？会动吗？会动。你无坐，你阿下。伊阿下阿低嘞。唔，那收收低，我就无得调啊。唔，伊讲伊耳朵塞住了。无啦，恁若正常啦，我们正常啦嘛，无人讲话嘞，正常人讲话啦嘛嘞，无嘛对无？伊无爱啦。伊要哪做安尼哪做？一般我们都是正面在看电视，他要让电视躺着，他来看电视。如果是这样继续看下去，他的驼背要改善真的是很难。他如果没有自我坚持要去改变的话，那真的是。有时候我们从旁帮忙的人，真的也是会有无力感。一个习惯要改，真的没有那么容易，因为他的耳朵两只耳朵陆续这样变成听不见，有二三十年。那这二三十年里面，他自己住，他用他的方式在过生活。听不见，让三井渐渐失去人和人之间沟通的能力，变成有些孤僻的独居老人。但志工并没有放弃他，甚至请医生到家里来替他看病。耳朵什么时候开始听不到？这个是八十八年开刀的，这个是七十四年八年开刀。行路可以行，你听迄滚头西行，我来脚尾滴滴滴漏着哦。什么叫
灌醉，醉伊就偏甲灌了。我讲我才吃掉，就赶快掉。我唔知听药，听药就哦，伊心袂使后尾听掉，我讲，哎，我灌落去，我哎呀，倒海。哦，他没有特殊功夫，我是讲今天天气来好。那个感染会沿着那个耳朵一直跑到脑部，脑部对，对，所以你把它欣赏抓两边的耳朵，它现在它为什么它走路会这样子？对，两边的耳朵都坏掉了，所以它一定要震动。现在这个平衡感就是它能够改善，但是不能够完全回来。那你怎么样？我最近嘛想办法要进好条门，我办点药水啦，点落去哦，愈艰苦，拢愈出条的。像你也是练啊，过你的痛。对于医生的诊断，三井始终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。不过，黄运成医师没有打退堂鼓，反而接二连三的来访，终于得到三井的信任。第三次来看他的时候，那一次医生在陪着他，然后再告诉他说：“你躺在枕头上睡，你躺下来有我在啊。”哦，医生就给他一些安全感跟信任感。然后他就躺下来，那医生跟他说还好吗？他说可以。然后起床的时候，医生也叫他从侧面起来。医生跟他说你这一次做得很好，那如果我没空来，你就要照这样做。然后这一段时间他真的有乖乖这样睡。他说哦，原来躺下来睡觉可以睡这么久。我就说对呀，就是要这样。可惜躺下来睡觉的日子如昙花一现，只维持了半个月。接着，三井又固态复萌，坚持只肯坐着或站着睡，志工无法勉强，只能继续鼓励。三井伯他听不见，大概知道大家要找他有一点难，他就去做这个灯泡。他说他年轻有在水电行工作过，所以他自己很简单，你按电铃灯泡会亮，我就知道要去开门。我说哇，你好聪明哦，你怎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很好的方式？心归云端，好就来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好，阿姐，叫我上。专门小林，专门小林，谢谢。是我写的。你好。心开一点。心开点，运就转，然后福气就会来啦。阿师兄就听我讲，伊这几天心情无啥好，所以就专讲下这句要来送。这个葫芦吼，也是代表福气。好，你有好啦，好你有好，看好你有好。啊，干嘛干嘛？就是医生告诉我说，他躺下来不会晕眩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心理方面嘛，就一定要鼓励。所以我才跟我先生讲说，要写一张心开运转符就来给他看，看他的心会不会开一点，会不会愿意继续改变。嘿，心都开了嘿，干不干不干不，谢谢谢谢。先等我先等我。就侪人爱你。哎，够温暖，够温暖，大家都关心我咧。哎呀，哎呀，哦，我够温暖。对对对。哦。哦，我那字打唔对啦，哦，我那个啦，哦。对对对。拢字爱发一个。老师他很珍惜，给那林非常的珍惜，好，他才会特意去把它冰起来。
为了跟这个听不见的老人相处，志工可说是绞尽脑汁。要照顾一个人，不是一个人来照顾就好。一天有24小时，我们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得来的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就成立一个群组，那三井之友，只有一个人住，对他来讲真的是很孤单的，也有一点无助啊。就很多人有来关怀他的时候，他心会稍微得到一点安慰。对，只要我起床，我都会在这三井群这个群组里面，都要问，跟他问好。除了群组问安，每隔几天，住在三井楼下的志工黄瑞义也会上楼去探望，让老人家感受到被爱的温暖。因为新闻都有报道说，现在老人有时候往生都没有人知道，所以说我们担心他说，哎，身体不舒服，所以说我们尽量利用我们自己有空的空余闲的时间来跟他做关怀。他就想说，好，那你们要来关怀我，那我就打几把钥匙，一把给里长，一把给我们之前的里长，一把就给我。把你问候一下啦。对，他兄弟姐妹还蛮多的。那大姐是跟我讲过说，之前跟他还蛮好的，那后来耳朵这样以后，有一天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气冲冲的去他家把钥匙要回来，那大姐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也不敢问他说你在生气什么，那所以他们就中间有很长就没有互动。其实一开始他姐姐都有偷偷送东西请我送给他，水果、面还有面，包括面包，每次都是一大包。为什么愿意跟你们来往？他去刚来去开道，那他才通知我们那个师兄，我们那个瑞师兄。我是感谢您啦，为了，就是讲。我嘛无法度。志工替独居的三井找回久违的亲情，如今每次去看病，大姐也都会来陪伴弟弟。开门啊！什么意思？要叫卖遐尼久啦？对啊，唔好话遐久啦。要话佮停起啦。不会安怎？不会久落去。只要他出门，他就会或多或少都会带着这个垫子，而且他的垫子他自己是去把它捆绑起来，自己需要多高，他自己就会准备好。都坐太低会耳朵会塞住，他感觉坐太低。我讲我人较舒服，袂出点较舒服。我你来坐上去，我出点胃都不舒服。不要人唔能破病啊！我话你讲，你唔能破病啊！人话破病，你就再更苦啊！所以他会一直讲说，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他的不舒服。坚持多说无益，也坚持一定要坐得高高的，耳朵才不会塞住的三井，最信任的是台北慈济医院的黄运成医生。其实算干净，干净哦，对，所以其实他就是很放心啊，他每天就是要去挖。但我们现在是用显微镜去看，他其实他的耳朵里面会觉得有湿湿的，那是因为他本身耳朵就会分泌一些液体。但是我看起来是没有发炎的状况，还不错。没有发炎。对，医生用显微镜看里面没有发炎，你讲得真好。听不到的人就跟看不到的人很像，
他们的世界是被隔在外面。嗯嗯嗯。所以他会很没有安全感。对，那当你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胡思乱想，好像什么问题都是跟他听不到是有关联系。对，他跟他所有的事情都牵连很多关系。对，这边耳朵比较有脏东西。不要紧张，医生用显微镜放大来看。嗯嗯，我这样。这已经是最细的棉棒了，它有时候还是无法去清到那个地方，对，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个东西去把脏东西吸出来。你如果说要挖耳朵、要清耳朵，可以来找我。对啦，你甲讲你有机器看看，本来伊是老板油啦，因为看你化验未看到，是一个高危。我觉得他流眼泪是因为鼻子的关系啦，嘿，眼药水，还有鼻子的药。除了清理耳朵，黄医师也不厌其烦地再次引导三井躺下来睡觉的诀窍。他的脚要有一个东西让他跨起来，要练习。我在旁边。你可不可以在对面走路？走路。是呢，比较好一点，怀抱。对啊，我们乖乖听话，你都好。是呢。家。嘿，所以这哦，就唔知，我唔知讲话，我。你若有感觉鼻痛，来我鼻哦，你看嘛，伊这感觉鼻一阵就惊伊，啊，你嘛转去一阵哦，都后悔哦。没有，心理作用要克服啊。对呢。作用要克服。我说我下次再去你家。哦。好不好？好。我知。成果验收。那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长期耳朵两边都开过刀，所以他的平衡感没有到很好，又听不到，所以久了之后他会习惯坐着，他会比较有安全感，因为他两只脚站在地板上面，他是可以正常躺、坐、站、走路都是没有问题的，他可以跟正常人一样，是他要练习。我刚刚有跟他讲说。我们大家都很爱你，我们希望你能够过得好一点，所以你一定要试试看改变一下。他很有福气啊，碰到好意思，还有这些社工啊，我这么高兴，你厝里有闲啊，行行的。我怎么变得安尼啊？对，哎，安尼行吼。嘿，脚有力哦。得着啊，就费气啊。啊，咱出来行吼。我哎，无效。试看卖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停会使啦。我这停会使，那会使。我再量。腰，训练腰。伊讲伊若脚好，要落去楼脚做环保啦。我希望说，他能够。回入到那个生活，不要只有耳朵，要能有自己，要去参观我的环保站。以后礼拜三哦，一来提包，提个刀哈，好不好？我请他把大楼里面的那个广告纸直接带到我家，让他有事做，至少是一个起头。慢慢，我也可以做有益社会的事情。到教堂哈，嘿，啊，让伊感觉才足温暖的，啊，伊就袂讲家己大，足好看。就像上人讲的种子嘛，你要在他心里面先种下一个种子，让他哪一天有机会发芽。平时开设汽修厂，每到周三环保日，就将汽修厂变成环保厂的职工黄瑞义，他说。走进环保站虽然只是一小步，不过对于失聪又习惯独居的三井而言，已经是一大突破。
希望有朝一日，他不只是走进来，而是能真正融入这个环保大家庭。我们这里是很温暖哦，他是82岁，原来你的孩子还是越做越年轻，环保环保环保了。对，这里是不是在哪？我们有一位师姐，她你们看见，她做的可认真了。她是环保社的模范生，她好机灵。三井伯伯如果认为他也愿意，身体也可以的话，他要为这个社会付出，我们随时都欢迎。